跳舞是什么？啊，你为什么问我？我现在是私下的，为什么问我这个难题？喜欢什么就自己去追求，探索自己的身体，把自己潜在的东西发挥出来。舞蹈就是自由，自由自在，身体的自在，心灵的自在，空间的自在，人生的自在。牵手，感受那个温度就不一样了。投入这个当下，然后去感受。